大家好，我是吴秋风，我今天为大家带来一款新的游戏，这款名字叫做桥，就是桥，对，走路的那个桥。然后，这个男主角怎么一开始就在这边睡觉？在苹果树上睡觉。他叫我按左右键，呜，树会摇动，哟，苹果就掉下来了，哦。我们男主角是白目，哦，只是所有的东西，什么东西？什么？按 A、B 键可以走，哦，走这边看看，A，往 A 的地方走，往左边走，哦，一个大叔，哦，大叔级的人物，竟然在这边一直走，然后嘞，怎么了？怎么？哦，又回到苹果树了。哦，好神奇哦！那往左边走嘞，这里会回到苹果树，什么鬼东西啊？哦，那个这款游戏，什么？我向前进，的意念什么？没看清楚，不好意思。我心中睿智的完整，哦，意义不明的文字。那这一款游戏到底在玩什么呢？还有我的家园，有一个门我们进去吧。那个这一款游戏呢，章节一哦，刚刚是序章，现在是章节一。那这款游戏在玩什么呢？简单来说就是益智破关小游戏啊。你看它这里，难不成这里是牛顿吗？牛哦，这里人都白目啊，眼睛都白白的。一之一阁楼，要破关了，咚咚咚咚，诡谲的音乐，按 Enter 继续，这款游戏就是益智类的小游戏，然后你可以靠着它左右移动，移动这个，会转动的这个，有没有？它的世界会移动，它可以180度的移动。哦，360度大回旋有没有？哦，然后我们就可以顺利的走，这样子有没有很诡异？我个人是觉得蛮诡异的。好了，心中睿智的完整。那我们走到这里了，然后呢，他就可以这样一直走，一直走，哦，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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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然后走到这里，跳过去，哦，过来了，然后。目的呢，就是走到门那边，有没有？我们就是要这样转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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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的，旋转我们的世界，走到门这边，哦，然后进去门，哦，一之一就过了，哦，有没有很简单呢？啊，图书馆，第二个，一之二，图书馆，那我们来破一之二吧，哦，按一下 Enter，图书馆，有钥匙那这一关的感觉上就是要用钥匙去碰那个门。那这里有一本书挡住我的去路，没关系，我就旋转。等一下，转另外一边，转转转转转转转。哦，钥匙掉下来了。喂，哦，来来来，走走走走，趁现在走哦。大叔级的人物，碰到钥匙了啊！钥匙就去开门。一之二也很简单啊，前面应该都很简单，因为前面应该只是让我们练习练习而已。一之三威胁，我觉得这个主角是不是那个啊？是不是那个什么物理学家或是什么哲学家之类的？然后他的世界就像这样子，然后会颠倒这样子，然后会有不一样的，像那种，什么？还有我最后的记忆，才是痛苦的东西。长按住空白键，回来了。哦，原来如此。还有我最后的记忆啊，那是痛苦的东西。死掉真是痛苦，有没有看到？哦，那里有一个我死掉的灵魂，死掉的灵魂呢？转转转转转转这边，不要让球球压到我，我应该就可以过关了。这样就过关了。
哎，球球闪开了，我心中睿智的完整啊！简直就是，这难不成是这个人失去了心中的睿智，然后要在这个迷幻的世界里面解那个找出他心里面的那个吗？找出他心里面想象的东西，是不是？我不晓得啊，这个诡异的大叔，这是什么？要闪球球哦！我们要闪开这个球球，什么球球啊？哦，球球会这样子跑哎！哦，好神奇哦！哦哦哦，大叔好强哦！这样起码有十层楼吧？这样都没事哎！哦，大叔的卡骨这样能 Q 哦！哦，你看这样，跟这样大叔这样掉下来都没事哎，太神奇了！大叔你太神了，嘿，我们去拿钥匙。哦耶，拿到钥匙了。那现在嘞，现在要趁球球跑掉的时候，嘿嘿嘿嘿嘿呀，跳过去，嘿嘿嘿，呜，哦耶，过关了哦，生怕球球砸中我。哎，漩涡，一只五漩涡。第一关到底有几关啊？刚刚有看清楚吗？有几个门？哦，漩涡哎，漩涡什么？那个球球在漩涡里面要打我吗？感觉好恐怖哦！哟，哦，好多好多东西哦，有两个哎，门上了两个锁，正常人不会在门上两个锁吧？那现在嘞？回回，哎呦，看出来了，哦，原来是这样子，回。我一这样一直转一直转，有没有那个钥匙就会有没有那个左边这一只右边这一把钥匙已经到最里面了，有没有？然后它就会沿着这个这里喂哦，有没有看到它要滑过来了？哦，钥匙滑过来了，帅啊啊，就是这样子。然后钥匙去碰门，咻，哎呦，我吃到钥匙了，解开一个锁。嗯，还有一个锁，那这个锁要怎么办？这个钥匙要怎么办？看看哦，先这样，喂，让钥匙滑出来，对不对？让钥匙滑出来，滑滑滑滑滑，漩涡，哇、哦，好，好炫哦！哎，等等等等，我不能太冲动，钥匙飞出去会有什么下场？我们来看一下好了，钥匙飞出去会有什么下场？喂。飞吧飞吧，啊，飞吧飞吧，喂喂，哦，好紧张哦！其实我很害怕钥匙就这么滑出去了，钥匙滑出去会不会就失败了？哎，钥匙离开之后，我也离开了，我被困在这座建筑物当中，长按住，原来不能让它滑出去啊！那要怎么办？是要到对面那个漩涡里吗？是不是？我是不是要想办法让钥匙？到对面那个漩涡，哦，哇，进来了，哦，原来如此啊，没问题啊，来就补啊。那个我们的钥匙到了对面的漩涡，那就跟第一只钥匙一样，就这样一直转，一直转，一直转，一直转啊，它就会到我们想要的地方嘛。哎，继续转，哦，继续转，继续转啊。那个看着画面会有不舒服的地方，那就耳水不平衡，那怎么办？那只好那个，哎。只好，专注在看着一个点啊，或是听秋风在那边劈就好了，不用看画面了。画面也只有这诡异白目的大叔啊，诡异又白目哦，真的一点黑眼珠都没有。幽帝，哦，第六关了，幽帝耶，感觉十分恐怖。这是什么？有血迹哦，不是，墨汁，我还以为什么会有血迹耶，血迹斑斑。那现在幽帝要怎么玩？幽帝，喂，喂，呜、哦，喂，呜、哦、不，我还有最后的记忆，那是痛苦的东西。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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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快快快快快快！哦不，不不，这是痛苦的东西，我的最后的记忆，我觉得不是转这边。我走另外一边看看。喂，
走另外一边，走这边啊、哦。我们先到那个有墨汁的地方，嗯，那个好像血迹的墨汁，非常邪恶的东西。哎，等等，下下去会死，先让球球走，球球得我走啊！哦，不不不，哦，我太冲动了。哦，不要这么冲动，做人不要这么冲动，让球球滚出去。滚滚滚滚滚滚滚呀！球球滚过去了，哦耶！我成功了，呀、yeah, ！墨汁哦，我以为是血迹嘞，墨汁吓我的嘛哈！哎、哦，第一章节完成，呜、哦！第一章节完成了，为了什么？看一下，我终于找到和我一样热爱玄妙数学的人，我们已经同意开始实现我的一些想法了。有了他的帮助，我的梦想就能够成真了。这是什么东西？都是科学家还是数学家哦？这个人是这个大叔老的时候吗？长得太像了吧？老的时候就会变成这样吗？有点少年秃。嗯，我的家。OK， 哦哦，第二关和第三关解锁了。所有的墙壁都能当成地板的时候。世界变大得多了，世界变大了，所有的墙壁都能变地板。哦，你以为你是小叮当哦？那我们今天的实况就到这边结束了。哦，我们来到了二楼，二楼没有楼梯也可以上二楼。哦，这个世界太神妙了。哦，下一次呢，我们就为大家带来第二关，看会有什么神奇的关卡。那谢谢大家收看今天的新游戏。那我们下次见咯，拜拜。